由复合钢材和钛金属组成的盔甲，采用燃料电池，达到最高能量输出。这是我的创作，我的守护者，更是我的胜利。优胜者已诞生，阿泽。Yes， 做得好，库洛，太厉害了，阿泽，你成功晋级下一回合了。谢谢，库洛，我们成功了。汉森，把它还给我。汉森，原来这就是凯美拉，把它还给我呀，好吓人哦。住手，汉森！请你们尊重其他选手好吗？嗯你不就是我下一场的对手吗？怎么，你想做英雄？李超，我们在擂台见。哼，雷凯，你要小心李超这个家伙。他经常会耍一些小手段。放心吧，阿泽，我的雷克斯会打败他。你真的要跟他比赛吗？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。当然。请下一场参赛者雷凯、李超。把你们的机器人带到擂台上。该你出场了，小心啊，雷凯。阿泽，我们决赛见。上吧，雷克斯。等等，那是金刚四代，最新型、最高端的竞技机器人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不必再介绍了。准备收拾你的机器人残骸吧，雷凯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雷克斯，发动超级锤击！放马过来！优胜者诞生，李超。我见到了，他使用了暗器。慢着，你可别诬陷我。我看到了，他嘴里有机关发射暗器。那不是真的，你能证明吗？我没找到任何机关和暗器，你的投诉无效。但是我算了，阿泽，我输了。但雷凯，如果你想逞英雄，我们私底下来一场比赛吧。
害怕了吧？谅你也不敢。我才不怕呢，我们到外面去，现在。好吧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阿泽，别去。我们上吧，库洛。Yes。就是现在，闪电连环拳。我不会让你得逞。他的防守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哼，什么？我们明天决赛见，小子，你的机器人已经坏了，还是你想在擂台上和你的垃圾道别呢？对不起，库洛，害你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是谁在那儿？找到你了。娜娜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阿泽，你还能在哪里？这竞技场就像你的第二个家。哦，娜娜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帮我做机器人的作业。什么？又是这个？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。你的库洛怎么了？说来话长，走吧，我得先把库洛修好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你好，乔叔叔。你好，娜娜。对了，阿泽，比赛进行怎样了？我成功地打入了决赛，但是库洛损坏得挺严重的。怎么了？说来话长。我给你收集了一些机器人零件在那个盒子里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，或许可以用来修理库洛。真的吗？爸爸，你最棒了。这是超皮马达，库洛的手臂正好用得上。爸爸，你怎么找到这些零件的？哦，废料厂那边多的是，你想要什么就告诉我，我帮你留着。太好了，你是最棒的爸爸。我现在就去把库洛修好，爸爸。好了，我们来试试。
欢迎回来。阿泽，你真是个天才。你就别拍马屁了，你的作业呢？谢谢你了。嗯，啊，这太简单了。哇，阿泽，你是怎么用这么短的时间就搞定的？我搞了好几个小时，一点头绪都没有呢。这是小儿科。可可，你在干什么？可可，这不是你的玩具，快把手机还给我。嗨，可可，女孩子应该玩可爱的娃娃哟。可是我想玩。这样吧，你把手机还给我，我就让你选一个机器人来玩。嘿，好，给我。我要那个。拿去吧。哇耶！你们真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哦，呵呵呵，一点也不好笑，娜娜。我也该回去了，谢谢你的帮忙，明天的比赛要加油哦。好的。决赛的参赛者请注意，请把机器人带到擂台上。竟然修好了，但是也没关系，他的下场还是一样，我会将你打败的。哼，我们走着瞧。动攻击！五步！啊，库洛，快起来！来吧，闪电连环拳！防守，快防守！啊！休想得逞！不，这怎么可能？就是现在，闪电一击！耶，我们成功了！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不会让你轻易获胜。
快起来！什么？接下这招吧。起来，这下不好了，库洛，我们得想想办法。你想对我的机器人干嘛？快做出什么让他停下来！库洛没有办法撑太久。不，阿泽，我不会让你赢的。库洛，李畅，李畅，啊！啊！你是？阿泽，把你的手机放在我身前。跟我来，这是哪里？我们安全了。阿泽，谢谢你救了我，刚才的事实在很抱歉。没关系，李超，你没事就好了。我对不起大家。阿泽，你才是真正的优胜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别这么说，将来有机会我们来一场公平的比赛。好的，阿泽，我现在得走了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再见，李超。你好，阿泽，我是维特。维特，你是？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机器人。我是钢甲人。钢甲人。